舌尖上的穿越之旅，吃一餐搞懂中越风味。哎呦，还有水晶饺。对，普遍我们吃到这里面可能是甜的，包红豆馅，或者沾蜂蜜的。没有，有小虾米，小虾米，油葱酥跟花生。这里就多少钱？没有，还可以一整盘。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 CP 值，一定要用很少钱可以吃的很饱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四十二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